大家好，我是阿龙团长。人讲越在地越国际，咱国语小学堂不要大家熟悉，正讲咱台湾土生土长的表演艺术歌仔戏。歌仔戏、国语到底是咧扮啥物？国语无歌，只能称之为歌仔戏；有歌无戏，也只能称之为音乐剧。所以国语唱要唱在点上，念要念得有内容，做要做得有排场，打要打得有节奏。这才更是国语味。身骑白马七旗呀，不管是唱戏也念歌，一字行腔都变化，唱紧唱慢拢好听。各位小朋友，现在为大家介绍七字调，是我们台湾的俗谣之王，也是讲古说唱的主要腔调之一。七字调又称七旗呀。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我们秀琴歌剧团张秀琴团长为我们示范演出的七旗呀调。